有缆车是吗？啊？左边那是厕所。上车前啊。哦，我有看到厕所。今天国王湖是最后一个景点了。是啊。剩下的景点就是要回去看李宁的大肚子。我才没有你大肚子大嘞！哎，这里有土拨鼠油哎。对呀。还是要买土拨鼠油，不一样。要算是那个鲁豫状的。鲁豫状的哦。没那么蠢。哦。有人会讲中文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那只好大，好可爱哦。啊，你过去吧，我帮你看。啊，紫色紫色，大，讲话好紧张，我这边紧张，讲话好紧张。拿着就好了，然后我们拍张，旁边。好，好可爱哦。特殊点。椒盐笔，嗯，李宁的，李宁，到日子里面，对呀，冲过去草地，冲过去草地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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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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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。是露营车哎、欸，应该是六，虽然有点小。这有 ATM 呢。我钱都存到大陆去，这就叫出不来了。也没有说出不来，反正就是一直滚利息。啊。我听说还要管制。嗯，能够会出来的。我贴两块，怎么还有啊？没有了。人也有一半，也租你的电动车。你在这里骑脚踏车也不错。对啊。
这集看不久吧？那很丑哎、欸，照给侯彩杰看。分回来这里好不好？十一点十分哈，那我去换一下，你们要拍拍照，这边可以拍拍照。好轻哦，我觉得他们国外的水都好轻哦。